紧张吗？紧张。今天就是很突然，那一开始佳琪她突然打算给我录，决定还是去挺她啦，因为我也想要看到他们幸福快乐的样子，然后在这里等，然后陪她彩排。那看得出来她真的很用心，很紧张。这些日子有许多酸甜苦辣，没有人是完美的，也谢谢你包容我的不完美。我不是完美情人，但是我会努力做到最好。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但是你的未来我一定会牵着你的手一起走到最后。接下来的日子我会更加倍的呵护你，照顾你，我会努力的为你创造一个幸福的未来。我会用心建造一个属于我们温暖的家。既然我们每一个公主已经到了终点，那么现在让我欢迎男主角出场。黑夜白昼，时时刻刻拥在怀中，轻轻楚楚这感动，分秒刻印成永久。我望着你，你看着我，有句话我想对你说。情人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，嫁给我。宝贝，我今天想要坚定的告诉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虽然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会把我最好的都给你。希望你给我这次机会，我愿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我爱你，宝贝，嫁给我。我愿意。要不要欺负你？既然跟我说，祝你永远幸福快乐。你恭喜就是嫁出去啦！熬了这么久，啊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就祝你幸福啊！